直播，很棒。怎么可以？人生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面面跟累积都这样，他们说这是不是什么流量密码来源？什么意思？你这样不他们都，你要晚安。我从地来，从地来找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悄悄，像我耳朵都开。表现，让我能真的看见。他们刚才也是都觉得很可爱吧？说的也是呢，说的也是呢，说的也是啊。他们怎么样都很可爱，怎么样？Energy Mega Elite， 高三快乐，一点都不快乐，那啥不屑的表情。我一直忘记，没有啊，那个那什么 ，aespa 他们的一首新歌，什么 illusion 啊？想去把我的声音关掉。Energy mega little， 我要焚烧，焚烧，复制链接。复制成功，滚掉！嘿嘿，恨你，你就这样，是你。他抓我哦！说说耶。快点，大家毕业！谢谢谢谢，快点耶！耶！现在只有一个人耶，没事。再拍一次好了，好丑。拍歪了，好烦哦。连接连接连接林爵，图图图图图，发文，嗨，大家晚安。我只拍一个线动，没有拍到刘海。纸条是什么？就是那个啊。
诗雅的纸条跟我的纸条，就这样。星星并不等你，把我承认的措手不及，也只了。谁卡的？越知了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想。Hello， 哇，一个太顺，没事，等下没事，可以随心所欲。是今天才开始随心所欲的发文，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所有的思绪。哎，没事情啊，没事情。没事，大家，你要那么紧张。治疗效果不太好，应该好好收藏此影片。没影耶。又回荡。我发现外面在直播，我刚刚还这么开心在那边，还好你没有唱一些不太唱的。没有啊，可是我很疯狂，还好听不到。好，太棒了。应该听不到吧？要去哪？超会。不是，我今天还没有讲什么话，所以我根本就还没有开嗓。我可以靠近，过吧。你们看我的眼睛。IG 突然超多人追踪，对啊，超酷的。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流量密码，已经1.3万了。眼球好看。几颗？为什么你还放着那一个大头照？快乐，雪碧。啊，还有什么芬达？开始业配，无情业配。我还是很不习惯，就是画眼妆没有画睫毛，感觉很怪。沙士，哦对呀，沙士，45万次。谢谢你，你是懒得改，不可以，你要去改我好看的照片。我还没有写完我的韩文。OK。还没写掉呢，哎呀，起不掉。啊！网都不稳。哎！暑假是你要洗衣服啊？要。好，那个，问一下。暑假作业多吗？我没有暑假作业的，我是真的没有暑假作业。我们学校没有暑假作业。晚安，大家晚安。嗡嗡嗡，怎么那么热？大家一起去做工。可以让我先去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吗？我的 IG 吓到，我的 IG 怎么着？
学校作业这种东西不是9月1号早上再来返鸟就好了吗？暑假作业这种东西就是不存在我的人生里面。现在啦，先盖下来，洗洗洗衣服。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来啊，打开就有。啊啊！算了，可以这样子的吗？来进入你的直播间。天哪 ，Hello， 嗨。OK， 我回来了。好快啊。很快吧。我刚拿不起来。哎，为什么？你要坐这吗？这样就不怕吗？都可以啊。哎呀。鞋子脚掉了。哎、欸，你今天要干嘛？我今天干嘛？没有干嘛。我要来推荐一首歌。推。就是《灰姑娘》。灰姑娘。有一首，来来来，你一定会喜欢。好啊。大家先聊一下，然后我找一下。旁边是谁？旁边是小晴。有点疯的人。酷哈。是可爱的酷哈。嗯，还有期待你打开。这个，这个，这个，哎，有了。偶尔就要，一年两年就要开始要播这首歌了。这首歌非常适合早上听。早上。Wish your heart beats when your heart is as deep.重点不是灰姑娘唱歌有多好听，是那些鸟、那动物唱歌多好听。还没开始，还没开始。但我唱歌都比我好听。加快，加快。Oh, that clock. Killjoy.快啦，赶快唱！来来来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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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溺水。就这里没有，就是这里而已。我好爱这首歌。但我想到有一个八点档，我不是在那个海边拍，然后那个讲台词讲到一半，然后灌水进去，就还被剪成整片呢、欸。救命！超爱这首歌。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A dream is wish your heart makes. 你知道那个？那个？啊，我在念他们，我在念直播间。哈哈哈。你知道那个？不好意思。Got it. 哎，有点太占用大家的时间，不好意思，占用了一分多钟，不好意思。剩一分多钟，下得被打。啊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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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没有很多人留哎，小晴可以从手机后面 ASMR， 你先来吧。噔
尼 cover 奈子 HKT 新单一开始动作，给起来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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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是结印的吧？蛮像的，可以。看发哪有发一天了？想有为什么晚未睡？还是为谁？没有啦，暑假了嘛？但我差不多，那我差不多 ，Oh my god， 行。但我差不多，其实在12点多就会想睡觉，只是看我能不能再继续撑下去而已。你大概只能节食。好，好，爱你。谢谢你，你好真，谢谢。我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快乐吗？只要快乐的日子都是快乐的。自认是学舞很快的人吗？最注重舞蹈呈现的哪个方面？我觉得是看，就是自己看会觉得是好看的样子的话。我在说什么呀？就是我觉得跳舞每个人动作可能摆到哪里漂亮的样子都不一样，所以可能就要自己找到自己好看的动作姿势。对，说不定那年摆那样好看，然后我摆那样不好看啊，所以我要自己再调整动作呀。我学自然学舞很快吗？还行吧。那可以示范一下我好看的姿势吗？等一下再说。嗯，超烦啊！按到了。除了接受自己，也要继续提升自己。OK， 先思考一下再说。那我今天可以播到12点喽。12点距离现在还有4个小时呢。我是怎么学韩文的？就是呢，我这个还没有写完，我是用这本，但因为他的那个听力啊，需要就是 CD player 或是有那个，不知道电脑的那个什么，就是有电脑可以放 CD 的那种装置的话才可以听。我之前不是有拿一个别人不要的电脑吗？笔电，然后那个是有的，只是我还没有拿出来，等我有空就会拿出来了。就拿出来听，不然我都没有听到听力的话，我之后也没办法好好考听力啊，没办法考听力。然后呢，我还没有写完，我写到一半，然后呢就跑去睡觉了。看一下有多少。哎，剩一点点呢，剩1、2、3、4、5页，5页而已，5页的页。啊啊，可好？我家有光碟机吗？哎，知道。从 A1 开始会越来越难，这是 A1 对。谢谢，看剧来训练。现在不是很多 APP 可以学，但是学了，我就想要写实体的东西啊，因为我很喜欢写字。光碟机，对，光碟机。你有没有遇到过？就快到了，但是还是无法达成的事情呢？
就快到了，但是还是无法达成的事情。18岁，快了，剩半年，但还没达成。对，是如何调试的呢？努力生长，努力成长，努力睡觉过日子。跟自己说，快到了，加油。签乐透，什么意思？签乐透会中的就是会中。好烂哦，感觉六个数字都会中，还是没办法中。嗯，对，大概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过遇过？我应该有遇过吧，就是像我们之前很多次的班展啊，因为疫情，然后就真的是差一个礼拜就要演出了，然后因为疫情直接全部停掉，全部取消。然后呢，我们花的钱就是这样子出去了，没有再回来过。也没有，也就是都没有在补演啊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一次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疫苗，就高一的那时候。丢水沟，对，流放边疆去了。是如何调试的呢？当作放假吧，就当他就是没缘啊，没缘就算了。不要强迫。握手会的时候没说出口的，现在说一下。其实一直以来都很谢谢你，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尤其是常常关心我开不开心、幸不幸福，这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才更应该让你开心。所以真的很谢谢你，我只是想说，但是你推你真的是一件很开心很幸福的事，谢谢哦你。然后今天直播不知道能不能跟到，大概下班的时候已经关了，我的中文 OK， 现在是斜刘海吗？因为我风往这边吹。跟你们要偶缘，你有缘吗？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没有，他分很多段打，又不是说只能留一个，你们都不留的人。现在留其实我都看得到，到我关播之前留我都看得到。我是不是该播一下音乐？有什么歌要听呢？要听什么歌呢？飞的哒哒哒哒哒哒，大翅膀什么歌？现在的情况还会有取消的情况吗？像那个啊，很多我们现在的公演啊，不都先取消了吗？因为疫情啊。就一定还是会遇到很多不能，没有办法办的时候啦。谢谢苏建成，谢谢刘建国。我在回复刚刚的问答。有想对新队长说的话吗？希望他不要太累。
我觉得只是场地都被借走，加上营运没有积极想办，一定都要想办啊！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没有办法。而且大家的行程可能有些没有办法调开的话，也没有办法办。应该说吧，因为到八月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周前的周末都没档期了。可以说你好可爱吗？不可以。七月演唱会出乎意料的早，加班两个月的西雅。怎么想做偶像？小时候的梦想，但这边之后有机会的话，会去其他地方试试看。我想当梦想也是因为那个、啊、小女友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他们这样就是很崇向往不是崇拜，向往这种生活吧。可以说你很帅气吗？可以。像你支持的球队因为对手有些人确诊，结果的延赛，你那会比较站的靠哪边呢？左舞台。暑假作业是小论文，有点困难，要怎么写？小论文有规定题目吗？目前上班中没想法，就听听你的声音签到一下。哦，欢迎改的章，谢谢 YC， 谢谢东某。比较不会走到延伸哦。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都忘记了，有很多首歌。很多首歌的话，我靠哪啊？啊，走舞台比较多了。五百的 feel 什么意思？香港在打风中，打风中是风很大的意思吗？台风。哦，哦，现在台风。第一排要错过一堆东西，为什么？什么意思？Illusions 刚刚出舞蹈版，我有看，我们刚刚在看，吃饭的时候。延伸舞台要演转头啊？是哦。五百特色电风扇哦哦哦！我其实没有，还没有看那个舞台，就是那个环境的照片，那个场地的照片。看新闻说，芙蓉台风的路径有点往香港方向去。芙蓉豆腐，对不起，嗨。笑笑问这么详细，你记得现场抓笑笑到底坐哪里？不要，直接说不要。没事，大不了你离开我视线就不看了。一直都很喜欢这张照片，这很久哎、欸。就T字延伸，第一排看延伸舞台要转头。
请问一下，妮妮的中文退化了吗？有一点。为什么？是因为很少在读课文吗？你站在哪里，眼神就跟到哪里，站在你心里。它有一定距离，有300多公里哦。一直都很喜欢你，只是怎么也说不出口。谢谢。有很久吗？很久哎、欸，这个护士的照片是什么时候啊？冠福老师的时候了吧？对啊，冠福老师的时候哎、欸。看红波，晚安，谢谢浪客36819964。你在 Google 找的、Google 还找得到。小论文没有题目，那就写你有多喜欢我。没有，没有，我开玩笑的。没有题目的话，我觉得找你。第一瞬间就是看到小论文要写小论文，然后你第一个瞬间想到的事情，就从那边去延伸。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写过论文。六二五一。官方第一个照片根本差很多，那个真的超丑的，大家不要再看第一张公司照了好吗？求你们了。希望此时此刻脑海中只有你一样吧。你搞卡丁呢？不然就是一直写字就对了。一下载第一张，不要。我求你们不要，不准欸，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删掉，删掉，求你们，我求你们。现在公司照比较好看，真的第一张跟现在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呢。夏夏教我可以用做手机背景，不准夏夏，为什么要笑话别人？蛮稚气的，那我那个是丑，那个是丑，不是稚气了。我不原谅传统，到底是摄影师问题还是本人问题？本人问题。4、5单妮妮公司好吗？我觉得4单还是没有画好看，我觉得5单最好看。怎么了好？夏夏都教我很多画画的事情，不可以画画。蜕变的证明啊，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妮妮的改变。可是其实我老实讲，也不知道我之前跟现在到底差在哪里。斜贴一下第一张，不准呐、啊，不行。哦呼哎姆黑手哟！哎哎哎 ！Oh my god！ 不跳。참을수없는이들인과허기심
我要写字，我要写功课。喜欢你吧题也没有啊，就是直接抓到这一件了。一直都在成长，体重上升的很奇怪，是不是？你们不要再看人啊！还没写，有点少了。지금뭐해요지금읽어요오후에뭐해요운동했어요我去看看哪里吧。不要，不要，不可以！你应该是要提升舞蹈担当才没有的，是不是？就是两次你的纸笔。八年长完。해요I do, I do. 오늘도내일도 Don't waste it. 나나나나 Don't waste it. Always. 어지금가면은어서나도어서나도먹고파요너먹고파요너바로지금이야바로지금이야 Here we go we go 세상상태나에서따라따라쇼에서준비됐다면아빠빠빠빠 We go 어서게 rainbow 따라따라춤바다여러우리나빠빠빠빠不要贴出来啦！不可以，不可以再乱流了，不可以！我要让那张消失在世界上。不可以，지금뭐해요也不要去按检举好不好？不可以按那张检举，那张检举的话，我整个人都会被检举的感觉。사랑해요，사랑해요。오후에뭐해요？숙제를숙제를했어요不可以，你们只能自己知道，所以你们偷偷看了，但不要跟我讲你们看了，真的很臭，那个是我的黑历史，我认真。简直太好看了，这可能还要。
Hello teacher. Hello teacher.吃晚餐吗？吃了。休息。王志平，安安。一直按错东西。收银。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神情。对，我是对的。哦，我也没黑哦。我想喝水，但是没有水了，我刚喝完了。等下下播可能要去楼下买水。你真的越来越好看，你怎么放那张好笑？那张也很久的。其实韩文很多都跟中文很像，中文或台语很像。我没有特效。你越漂亮越好，漂亮又可爱，可爱可以先删掉，可爱不存在我的世界里面。他的你的照片傻笑，是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照片的问题，根本不在选项里面。如果困难就在彼此都会很被动的不是 up so 虽然像是目击到什么，我刚才回完了，就大很少人有留，所以很快就回完了，不好意思，不用不好意思，我不是可爱，我不可爱，还是你想被说可爱，所以故意讲吗？我根本就没有故意讲，我是很认真的，觉得我不是可爱型的。都很有问题，而且是无解的问题，跟疫情什么时候消失一样是无解的吗？是跟我还有哦。杰克莫很有的意思就是现在在做什么呢？那就是可爱，是漂亮，是漂亮，不是可爱。漂亮，是漂亮。阿伦达乌，
아름다워아름다워是漂亮的意思。我跟林嘉颖是姐妹吗？不是，我家人没有一个是演艺圈的人。지금뭐해요집에가서요집에가요집에가요집에가요是回家的意思。When love is we love you, when I sing time, I know you see me by the time. 欧呼就是下午 ，A 就是在的意思。我会日文吗？会一点点。今天是你妈妈当队长。啊，对耶，对耶。没有，只是我有看过，只是我忘记。你很认真，很棒。为了梦想，还是要努力一下的吧。他问的我爱你怎么讲，你一定知道啊。希望他不要让自己太累，虽然他什么都不会跟我讲，但也希望他不要不理我。我要怎么回？我回了就不见了吧？我不会抹黑哦。抹这是什么？可是抹有很多念法，就是完了。抹森也是什么的意思？抹也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诶，不是我们。母欧也是什么的意思？你对琪琪妈妈当队长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我爱你，然后希望你可以不要再骂我，不要再念我了。我很乖，我已经要长大了，已经很少事情会麻烦你了。希望他可以减少一点不必要的压力。사랑해요，사랑해요，나도사랑해요。小心你手哟！我以前会被骂吧？要哎，每次不要骂都，都很尴尬。对，那叫啥黑哟？吸了口水，
其实很多韩文啊，你只要会母音跟子音，就跟日文一样，就几乎是98%的都是差不多这样念。哭给他看，一定要哭，哭又不能解决事情，哭了他会觉得更烦，他会说哭了又怎么样，不能解决。韩语古时候是中国人，对，很多都是从就是中文这个方向去改变的，像我们有很多台语都是日文啊，哭得比较可爱，才不可爱，那就对他笑吧。他都叫我胖妮，他把我小时候的绰号讲出来了。古时候就是古时候大家因为古时候不是有很多朝代嘛，其实那些朝代啊都是那一整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所以几乎都是讲同一个语言，但是因为之前的语言其实这看古文的话其实要用台语去念会比较懂他们在说什么意思嘛，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在演化过来可能已经变得有点半中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我忘记是谁了，反正就是有一个君王在把它改为韩语这样子，就是白话文，不是白话文言文的时候你们可以用台语去读可能会比较容易懂他在讲什么。他还叫我不要欺负你，我为么会说哟，听过了만나요，만나就是见面的意思，像我限动上面写那个浪 life 만나요，就是在浪 life 见这样子。韩语读韩文，不是啦，你也断他一个大截了吧，只是有用力到中文，对，还有戚风吧，就是朝鲜人，古代的朝鲜人家，还有只是闽南地区的方文言文，不是只有台语，没有，那是我国文老师跟我讲，我国中国文老师是我的班导，他就说可以用台语去念，我哟，摸黑手语。讲历史时间就是睡觉时间，哎，我好不容易有上历史课的感觉、啊。我是希望说，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没事就一天读一课这样，那一课其实也蛮多的。就有认真听课，我还是有认真听课的。会不会起账？是剩谁一个？没有，剩小青跟一家还有我。我老师早就哭了。所以以前没有上历史课，不是国中的时候都有认真上，因为国中的历史老师蛮有名的，他都有会拍那个什么《现代启示录》。闽南语接近之前的官话翻译，对。高处云很难描绘，来吧。今天也可以好好打字，什么意思？圈圈，文字的圈圈是不是有逻辑？他如果是当子音的话就没有意思，当母音的话他会发 N 鼻音的 N 的意思，鼻音的 N 的音啊。哎，另一个怎么会来找我？历史课都很认真上，看哪个人做了什么蠢事。我之前会把历史课本当成故事在看，所以我历史其实比我的地理好。哦，你出错啊？那你现在
你什么时候出车祸啊？怎么会突然出车祸？你太突然了吧？지금뭐해요？二八。哦，二八？怎么那么突然？下班回家的时候。哎，不对啊，你是外送。那你。你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的？是啊，画画古人的自画像。你说是要回家哦？怎么会被撞啊？很多很多人都说，就是出车祸的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倒在地上了。警察说你去撞人家，哦，所以是你坏坏，是吗？撞的人会没急，但撞的人有。嗯，可是你撞的是停在路边的车，停在路边的车，那应该就是不会动，所以是你去撞到的。香港也会这样。出去玩啦。不一定有时间。回忆到大学，记忆回到大学，啊，真假的？被人叫醒了，哦，你睡着是不是？啊！他没空陪我吧？我啦，就是不知道。阿拉说就是知道。我在复习功课吗？没有，我在写韩文。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看，就是如果要去国外读语学堂的话，要怎么去读？可是要有就是存款300,000以上的证明才能去。就是300,000哇！我现在连20,000都不到，没有。不是这样，就是，我妈是说，就是我自己有钱的话自己去这样。三千块的。这人好像会给你就不用换了。韩文小学吧，没有啦。半昏迷吧，啊，撞晕了吗？什么睡觉？是撞以前的歌。我来打麻将，想喝水。有点可怕。嗯。如果在那边有打工的话，其实就还好。但打工的话，你要有考到 TOPIK 第二级，你才可以在那边打工。不然你不会讲韩文，谁要让你打工？就是去那边不是要申请很多东西嘛？就是可能要用 D4 啊，然后用入境的东西啊。D4 的反正就是在那边要过去那边的要缴交的东西，可能就要有那个。300,000的存款
存款证明。这里是分一栋打工，毕竟你才刚升高二。啊，弟弟，你读哪个学校啊？哎，你读哪个科系才对？学校先不要讲好了，怕你被骚扰。上车卡达，上车卡达是散步的意思。上车。打工度假没有事，我想去那边读大学，所以我可能啊，我在可是啊，可是我很怕我存款一直都不会到，那我就一直都没有读大学，这样是很奇怪的，对。私立高中，哦，我也私立，我是私立高职，读韩国大学。但要有一定的程度才能到那边读大学，这是预计啦，梦想是去那边读大学。我会修团，也没有，我的约到19岁，4年看不到，不一定啊。如果我先。毕业之后先一年多不用不读书不就是工商会，先不要过去的话，那我就是把这边的合约弄完嘛。那这边合约完之后，我可能再过去也没有问题。而且现在语学堂其实也可以在自己家里读，就是他们有开线上课程这样子。我的合约，对，我合约到19岁。可是，其实我老实讲吧，这是我的梦想。另外一个是，就是最初的梦想是去韩国那边当偶像，这样子。然后就误打误撞就先来这边。可是19岁的话，除了那个什么、选秀节目比较会收人之外。可能其他就比较不会收了，除非你能力真的很好，但是我能力就是不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几乎每天都要练跳一下舞，去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精进一点，然后好好的练习唱歌吧。Oh my god， 对，唱歌，蛮辛苦的，对啊，就是梦想啊，希望可以达成，而且是从我国小小六开始的梦想。到现在没有变过，就会毕业吗？对，可是我过去可能就已经20岁了，因为我的合约是12月嘛，啊，我1月就生日啊，所以过去的时候就20岁了，听起来很大哎、欸，没有免费的语学堂吧？我是想要去首尔大语学堂。所有大语学堂用的也是我现在用的这本，可是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买课本？如果过去的话，就是老妹了。什么意思？학번먹고학교에가요어스그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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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什么意思？
现实梦想就对。其实我最一开始的梦想是当兽医，你知道吗？差超多的。切我，考得上吗？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一直都没有往我梦想走的话，当然就是考得上啊。如果我没有在这边没有进入这个团的话，我可能就是读一般高中。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当保险业务员。哎呀，你到底做什么啦？哎呦，跟我讲。谢谢 Steven， 努力用功读书。很多人都说我会上北一女，可是算了吧。就是如果真的很认真、很认真读的话，我才可能有到那个程度。没有，有些语学堂可能是你上到他们的六级、七级、八级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考直接直升他们那边的大学部。就不是语学堂部这样子，但每个学校规定不一样，可能要看看。你怎么知道不会？什么意思？我刚说什么？啊、哦，不知道哎、欸。很多人都说我很聪明，但是我补习班老师也说我很聪明啊，之前补习班。然后我那时候国三下定决心就是要来这边了嘛，然后已经确定好要来这边，然后就要读艺术高中，所以就艺术高职，所以就没有继续读补习班的那一阵子。在那之前，要走了之前，我疯狂被叫去主任办公室念，也叫你帅哥。聪明跟会考试是两回事。就我背东西可以背很快，但是就是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的，我自己觉得我不会念书。你解题很快，还是理解能力很强？我应该是逻辑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数学其实没有到很差，就跟我以前考高中一样，不考第二次就被校友说是教务处约谈。为什么？是这里。好惨哦。些生物吗？是可以不用选的，就是如果真的要的话，逼不得已的话一定会切吧。社大的学霸，就是要看语学堂怎么定义吧。哦，对，所以一定要切，那就是会切啊。教务主任觉得你可以考更好。考试被约谈，很辛苦。什么考试被约谈？真的不是好事，好不好？每次你说什么，你很厉害呢？国三要考高中了，然后还可以不读补习班之类的什么话？然后我想说，我根本就没有考的意思啊，我没有考会考。运动考高没？你修了？那你修了？美心要读毕业了，对啦，我也觉得。
听说还是有效。我也希望我可以成功啊，希望就是几年后的我可以成功，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梦想。所以我每次很常就是很常看，就是很努力就是出道的人，很努力出道的偶像的表演影片，都很想哭。我算原始吧，什么意思？原石是有潜力的宝石，有潜力的宝石，就是希望可以更多人就是支持我啦。那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嘛，反正最好的状况是成功，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去那边读书，然后读到自己喜欢的样子，这样子。不管几岁的话，我还是可能会，就是有办法过去，我一定会过去，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素人可能走甄选机会不大，可是经纪公司就很容易有黑箱作业啊，所以当然选秀节目一定会遇到经纪公司的啦。现在有没有公证的话，一定会被查，一定会被找出来嘛。我也没有在暗喻什么啦，就是现在应该都没有办法在黑箱了吧，会被找到。你这种坚持人很好看， TP 会很寂寞的。潜力就是他是念潜没有错，潜水的潜，但是口语化的话是潜力。非常小心，对啊，他都很严格，对啊，而且就是真的很累很累。我很好奇，如果我真的瘦到跟骨头，就是瘦到我最瘦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在那边。如果真的有成功吗？在那边 Yeah be the tomboy。 不然要才查到，大家都那么多人那么厉害，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厉害的人一定都找得到，毕竟他们都可以算出来那个 Produce 48那时候的倍率是多少啊。是流量，但是只有路名。一家公司找了啥？一家公司找什么了？你看有的前辈就知道了，什么意思？你说萨库拉吗？萨库拉，他也特别说他现在那个名字叫萨库拉，不是萨库拉，萨库拉。桑吉尔就是两个那个像歌的字。那个是念重音，如果只有一个的话是念哭，然后两个的话是念孤，就是一个有稍微轻，一个是没有轻，孤跟哭。
나진나려광야로걸어가아랑긴 hung around 내옆에맞서서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那个营养说好像也不错，但你要被骂说太瘦 too hot too hot跟你们一直讲话，然后一直没事。Hello, little picture. Next level, little picture. Check it out. Little picture 还是 little picture? 应该 little picture. Little picture. What? What? Oh, oh my god.啦啦啦啦啦 I see the new info Telepitron A4 腰 A 嗯，我的腰其实跟 A4 直的，如果是看正面的宽度的话跟 A4 差不多，S 侧面哦 ，S 侧面，那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连骨头都不肯，好不好？什么规模的公司吗？至少不要亏待工作人员跟艺人的公司。如果你说就是，嗯，就不要虎头烂尾吧。哎，不得不得不得。会选哪一个？舞蹈吧。Next level。不行，我 rap 的话一定会变笨蛋。To control。亲骨就是朋友的事，卡金马啊，卡金马啊，这个这个呢여기에요여기에요你们新增大量黑历史，不要，破音历史吗？可能到那边都还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吧。卡金马，아니야，난卡金马，지금여기에요，와서，난卡。
是那个弃婴的妻，都有达成任务。历史只争不起。어제뭐했어요크림님먹고토끼와같이이야기해보세요이야기해보세요你要学韩文了，不要拦我。一起学，真的，一起学真的很好玩，而且就是看韩综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很开心。一次就过一次，对，我其实有过 YG 的二审，一审就是有到二审啊，我有到二审过 YG 的，但其他都是报名的，没有过。Cube 也有过，也有到二审。但我可能都是死在唱歌吧。한국어를배우요배우다네지금배워요배워요唱歌很不 YG 的唱歌法是什么样子啊？很久，现在没有办法好好写，先陪你们聊天再说，等下晚一点再写。嗯嗯嗯，我是笨手。按，那我可能已经掉光了。好头痛。好难哦，其实很难，过一审的人都不简单，而且蛮看重跳舞时唱歌的实力。他是没有叫我边唱边跳了，我今天有掐啊，掉了，就这嘴巴超干。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momently 的那个，就是48小时内。报名的那个，然后只有100个人会被挑中。那时候我看到，其实有吓到。대박，진짜대박，唱歌不差，我唱歌难听。那时候超不会唱歌。这是뭐해너에게왔다갔다我光是连讲话声音都很难听的，唱歌声音怎么会好听？어제사진을찍고산책갈거수있어요있어요수있어요수있어요而且我还记得那个就是帮我二审那个姐姐，超可爱。你们都有粉丝滤镜，不可以，你们不准。在体育排多少？唱歌的部分 ，AMA 可能是倒数五吧，倒数五之后的。这怎么那么晚上播？因为我想说，早上大家都在。工作啊，
너의있을텐내게신기할여유가있는데我看你，你直接把我上练习生出道，也没有了。他很平心而论，材料哎，就像我看到银河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他很可爱一样。哎，不用怕，当年比较可爱，黑文也很可爱啊，大家都很可爱啊，什么意思啊？你没请冷静。哎呀，哎呀，看没看没？你要下楼买水，好渴。教你喊我好，你先把母音子音练起来，其实很少很少，是几音啊？我也忘记了。前面都听力，我完全没有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喝的水。I'm drinking you。嗯，算了。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大声唱，因为我声音实在太大，所以我完全不敢在客厅大声唱歌。I am with you.饮料，阿布莫哥，阿布莫哥，咖啡，两个半，没有啊，一个半而已，两个半是我全部的那个时速。OP 嗯，阿西波，西波，滚动，滚动，滚动。今晚기대하진것만滚动。运动到底是要不要分开玩具？And up. Yeah. 운동해요.
有啊，他有稍微教我，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唱。也我也有看如何唱歌，就是找很多老师，他们什么瓜老师，那什么老师？我忘记了。肯定学得会的吧？最近还行，这比之前还难。我找我昨天唱歌的录音，我留吗？有删掉。唱那个 up 的，不可能啊，已经在这边了，删除也没有，相簿也没有，什么意思？我给你删删删，啊，你删删删。三三三，不可能没存到，我有看到没？我有看到我存到了，就关掉了。OK， 我可以啊。在看依云跳 pop。我要念版了啦。Stacy Girls is going down。我要念版了哦。
曼青，曼青在播，等一下去看他。而且刚来，高配，高配。25。我要面包啊！真可悲呐，我不搞他。24名潘朵拉，23名苏建成，20名浪客3618，3681964，21名北极熊 days， 20名古早味19名。李思琪第18名，落地以下第17名，罗战国第16名，任豪第15名 ，Derry 伟第14名，东盟第13名 ，Mohan 第12名，游戏一楼第11名，不挡不出币第10名，朱里安第9名，笑第8名，洛克第7名，吉米周第6名 ，Steven 第5名 ，YC 第4名，阿基斯第3名，艾文第2名 ，Akira 第1名，夏夏。7点，我看一下。对，明天晚上7点。내일만나요，내일是明天的意思。내일만나요。Tomorrow 有点困，没有，就是眼睛太干，就一直打哈欠，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睛太干就一直打哈欠。读书顺利，康萨米达，康萨米达。我不可以说就是辛苦的意思。我先说，现在几次不走哎，可能打下去的时候会流眼泪吧。我先说。당신은열심히일해십니다당신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忘记了。我很常忘记同样的词。哦，您的意思啦。당신은열심히일해십니다。나같이같이뭐야고마워고마워요아따수고십구应该努力学的，想学就学，自己喜欢的就好咯。哭，怕，去，
又。确实很好看。哦。哦。啥？一。一。用。안녕히가세요안녕히가세요안녕안녕히가세요안녕히가세요여러분잘자잘자就是晚安的意思안녕히가세요就是安心的走吧的意思就是比较有礼貌一点的再见的意思안녕안녕用韩文讲话，慢慢来，不要赶。